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们的撤退路线和藏匿地点究竟在哪儿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小哥，你都救死个有病死。再来一个。急げ！说两辆吗？怎么四辆啊？那就尽量说。注意力。火力太猛了，要不咱先撤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谁敢撤，老子不认谁！给我打！
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鬼子把他们给端了。嗯，今儿能敲了咱杠的，算他们本事。弟兄们，怎么说？杀鬼子，人也杀！杀！冒出这帮人啊，管他是谁，只要是大鬼子的就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弟兄们，别轮到咱们了。大鬼子，哇哇哇，弟兄们给我杀！齐刚，孙大刀，姓孙的，刚才要不是老子，你已经见阎王了。杀父之仇，水来不报，老子做梦都想扒你的皮，抄你的筋。想要老子命，先把这条命还老子再说。想要老子命，你也得有命学。发现一女的，走！大哥，我放了你，但是不要给我们找麻烦。
走。